中国男篮进决赛。北京时间8月30日，第18届亚运会结束了第12天的比赛，中国选手夺得10枚金牌、9枚银牌和3枚铜牌，陈阳夺得女子铁饼金牌，中国男子四成为以100米接力队不敌日本队和印尼队，摘得铜牌。中国女子四成为以100米接力队冲刺，10被巴林队超越，伊汉摘银，斯雅金战胜超新星张佳琪，夺得女子10米跳台金牌。王楚钦、孙颖莎战胜队友林高远、王曼玉，夺得乒乓球混双冠军。田径比赛决出最后10枚金牌。在引人注目的男子四成为以100米接力决赛中，由徐海洋、倪虹、苏炳添和许周正组成的中国队摘得铜牌，成绩是38秒89，日本队以38秒16夺得金牌，印尼队夺得银牌。在女子四成为100米接力决赛中，由梁晓静、韦永丽、葛曼琪、袁琪琪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15米处被巴林队超越，获得银牌，巴林队夺得金牌，陈阳以65米12夺得女子铁饼金牌，冯冰获得银牌，王谦夺得男子50公里竞走银牌，金牌被日本选手获得，女子散击跳远金牌被哈萨克斯坦的雷帕科娃夺得，中国选手陈婷和王屋品分获第4名和第5名。女子四成为以400米接力金牌被印度队夺得，中国队获得第4名。卡塔尔队夺得男子四乘以400米接力金牌。在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，司雅杰以完美的表现摘得金牌，张佳琪出现小失误摘得银牌，彭建峰以较大优势获得男子1米跳板的金牌，刘成明夺得银牌。在乒乓球混合双打决赛中，王楚钦、孙颖莎以4-2战胜队友林高远、王曼玉，夺得冠军。林高远、王曼玉获得亚军。蹦床比赛决出2枚金牌，董栋和高磊不出意料的分获男子网上金牌和银牌，刘玲玲夺得女子网上金牌，朱守礼获得铜牌。皮划艇进水比赛决出6枚金牌，中国选手摘得其中的4枚，马亚男孙梦雅夺得女子双人划艇500米金牌，李月夺得女子单人皮艇金牌，张东部平台夺得男子双人皮艇1000米金牌，刘浩、王浩获得男子双人滑艇1000米金牌。自行车比赛决出3枚金牌，王红度的女子3000米追逐赛银牌，冠军被韩国选手李竹内夺得，另外2枚金牌被日本选手和马来西亚选手获得。柔道比赛决出5枚金牌，中国选手唐静夺得女子63公斤级铜牌，日本选手摘得4枚金牌，另1枚金牌被伊朗选手夺得。在女子手球决赛中，中国女子手球队以23-29负于韩国队夺得银牌。在女篮半决赛中，中国队以86-74击败日本队晋级决赛，将与伊朗队争夺冠军。邵婷得到全队最高的16分。中国男篮以86-63大胜中国台北队晋级决赛，周琦得到22分，中国队将与伊朗队争夺冠军。中国男排以2-3负于巴基斯坦队，将与沙特队争夺第9名。在男排半决赛中，韩国队以3-2险胜中国台北队，伊朗队以3-0战胜卡塔尔队，决赛将在伊朗队和韩国队之间进行。中国男子水球队以12-4大胜韩国队晋级四强，将与日本队争夺决赛权。中国棒球队以0-1负于日本队，遭遇四强循环赛的2连败。第12天的比赛结束以后，中国代表团以112枚金牌、76枚银牌和53枚铜牌列在金牌榜的首位，日本代表团以59枚金牌、49枚银牌和66枚铜牌列在次席，韩国代表团以39枚金牌、46枚银牌和56枚铜牌列在第3位。冰雪季节